打比赛不能开机。等会儿，你爸打在哪儿打比赛啊？就在 US Kids Golf 呀。嗯，刘国梁在打高尔夫比赛，他不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吗？因为他打我球童。你爸打你球童啊？哦，他算不算是不务正业呢？开玩笑。现场放置一个距离选手5米、高3米的篮板杠杆装置，挑战者需击打高尔夫球，使其击中篮板旁的圆靶，触发杠杆装置，推下篮球镜框，即为挑战成功。现场放置一个距离挑战者3米、高1米的圆台，中央放置一颗西瓜，挑战者要用高尔夫球击碎西瓜，即为挑战成功。挑战共2次机会。